不好，小琪，你失血严重，现在磁场混乱，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被地心引力压得很难受啊？我现在连抬头都觉得很累。怎么样，小琪，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吗？好像好多了。小布，你真厉害。不是我厉害，是我启动了你的救生系统。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，你的体内混入了不明电解质，要是不及时回到母亲治疗的话，你之后连站都很困难，用地球的话解释，你可能会瘫痪。瘫痪？小七，准备吃饭了。来了。哎，小七，小七，你千万不能吃饭，你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去消化地球上的食物了。别去，你千万别去吃饭啊，小七，小七。这么多吗？柴姐说了，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东西，我喂你吧。我突然好像不太饿了。怎么会不太饿？真的。别吃啊，小七，别吃，小七。来。哎呀，那。吃啊，小七。好吃吗？好吃吧，热乎乎的，好香的。啊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，好棒。完了，你就等着能量耗尽，在地球上爬着走吧。小布他是在跟你说话吗？他跟我说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能跟他说一下，我来的时候能请他回避一下吗？回避什么？没事。来，再吃一个鸡腿，补充一下能量。我不饿了。来，我得出去一下，你赶紧吃，吃完好好休息。嗯，好，乖，走了，拜拜。可怜的小七。